我是第一代的早蟹帮。哦，还有分代哦。还没有成立早蟹帮。我脚还没有断掉之前，我是没有去跟你哦跳过受伤早蟹帮没有。选两个，选吧。你的脚也复原半年了。对啊。玻璃心，玻璃心，哦，玻璃心，玻璃心一号，玻璃心。哎，请柬，请柬。那是小钟哥的吧？就选两个而已哦，来是勤俭还是比勤俭更勤俭的？这里面有一个比勤俭更勤俭，叫什么？就是偷便当。偷便当不是我，我不会偷便当，不会是吧？或者死爱情，好来，我不爱吃便当。玻璃心，勤俭。我应该算是帮里面最感性的人，真的哈。我们上次我们过年要出去玩的时候啊，我本来想约甜甜的啊，对，可是你知道我们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提出这个建议，对，那你知道吗？哇，那骂声四起，真的吗？假的？谁骂的？别别别别别，从头到尾只有潘若迪在骂，你骂的，对，潘若迪在骂。潘老师说不要嘛，哎，你干嘛这样呢？大过年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找甜甜来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大家开开心心过好这个年，不是很好吗？对，你们这样知道吗？我还提人家吗？我的车子永远都是有一个空位是留给甜甜的啊，我相信。开的是灵车吗？不是啦，没啦，后面很大，没啦。玻璃心、勤俭这两个，通通答错。来来，不是没有玻璃心，也没有勤俭，都没有。真正的一号答案就是王子病。王子病，漂亮。王子病，来。Are you OK？ 为王子病，好。第二号答案就是爱哭鬼。抓到抓到，感性感性。哎，讲到过年，我跟潘若迪还好多事可以讲了。你讲什么？我们讲你这个都讲不完。我跟你讲，宪哥为什么叫王子病？我告诉你，为什么？知道有男生居然说，哎，燕京出来骑脚踏车，你知道他会说什么？什么？哦，今天太阳好大，我不敢晒太阳啊，那就擦防晒油就好了。但他晒得蛮黑的，他出那么多外勤，他有很多种理由。哎，我一个礼拜已经四天在出外勤。哦，那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晚上骑车，那晚上呢？晚上没有太阳了吧？对，我先讲，太黑我会怕黑。如果是兄弟的话，你真会体谅我。我们家住新店。他要住大直，他叫我骑脚踏车去大直跟他碰面，再开始陪他骑到天母，我有病啊！你可以放在车上啊，把脚踏车放车上啊。没，侯昌明也是一样，把脚踏车放在车上，然后骑过来。所以侯昌明，我跟你讲，背后骂你骂得很惨。对，屌个。君的王子病还有一个，我去年跟他出了几乎一整年的外景，很罕见哦，很罕见有男艺人。出外景哦，那个粉扑不离身啊，对，到那边那么真的假的啦？真的，因为那上面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那个是防晒粉扑，那个放屁，防晒的，真的吗？你把脸那扑的都已经比城墙还厚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是这样，那真的娘跑。你看我这只脸呢，对不对？我都是涂马油涂一涂，宪哥不太化妆的，化妆师的最爱。因为我太阳晒太大了。那我没晒吗？我们是干嘛？对呀，宪哥综艺玩很大，多晒，人家玩很大，天天在讲，你还讲别人？我错，王子病太合理了。爱哭鬼有吗？有谁能补充？爱哭鬼，好，他的爱哭啊是举世闻名的，对，全世界都知道。之前那个新闻上有写过，说他去那个录那个什么打火英雄，好，那个感动没有错，感动，但也不至于要哭成泣不成声吧？哎，那个真的很感人。好英雄叫，少女白情啊！然后呢，看到人家那个那个幸福家庭的照片，他也哭。我们譬如说，我们发 APP 对不对？哎呀，怎么样？其实不要不行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没办法，他就可以发了很多哭的。那个嘴脸，对，他一直哭个，可能想说算了。那个道理是很遗憾没有办法参与。他有一次哭，我可以接受。哪一次？那个呢？他就传了他跟郭彦甫的那个对话内容给我看。那个郭彦甫哦说有一个大导演哈要那个找他找郭彦甫当男主角啊，对对对，拍戏啊，然后请郭彦军来帮忙，说郭彦军很重要，多重要多重要。他那部戏是跟双胞胎有关的剧情，对，这是真的故事。一定要郭彦军来帮忙，那郭彦军就很好心，他说什么时间？那我的衣服是什么？很慎重。这郭彦甫说。你不用烦恼那么多，因为他们只是拉你的背而已。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宪哥去拍哦，不要，宪哥，若是你会流眼泪吗？你们干嘛流眼泪？我有一天帮帮自己的兄弟，对啊，有一天拿 APP， 然后 APP， 然后我弟留言，我很感动哦，因为自从有 APP 之后，我弟弟不曾给我留过言。哦，留言这次要找你一起工作。对他这次留言之后，他说：“哎，那个，哎，我是你弟哈。”这么冷漠，我现在在拍一部戏，哎，然后我是男主角，哎呦，剧组需要你来帮忙，哇，那你不用担心是有费用的，对呀，有钱的。然后他说，那你不用想太多，因为没有词，就是你来拉拉背，
OK 啊，我怎么不会哭呢？他背跟他背也有戏啊，你拉他的背还不是一样？我拉的背，拉刘德华的背，我拉你的背。拉背不是拉背，至少因为可能有些拍到耳朵、侧背，我可以接受了。但讲真心话，你有没有曾经因为你弟弟而想要整容过？有。有，他绝对有。为什么就选他不选他？现在小孩长得都像他弟弟啊。我很害怕我的小孩以后看到我弟会叫他爸啊，太像太像了。对，他会他会，像他现在小孩跟他弟有点像。而且他像，你不要乱讲，那好像真的很爱哭。我们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到宜兰哦，对，去玩玩喜巴岛也哭吗？小玩那个喜巴岛啊，什么都哭。咖喱狗仗也哭啊，他怎么样？哭到阿叔一百，我跟你讲，100他输200块就哭了，200块哭四个钟头，他哭四个钟头，他说哇，你们怎么赌这么？200块，我们一把才100块，他输200了之后，他不但让他哭，他老婆也哭，说老婆，来老公你不要玩那么大，我们把钱收了，我们不好意思还把钱退给他。等一下，我们不要忘了，好，我们过年前全部不要用光了，我们去吃冰。他回家了啊？对，因为输200，输200块，不是不是输200，那天输了600。600是输60000也不能哭啊！对啊，你自己要玩愿赌服输。600块是你一放下去，你一话都没讲，砰就被拿掉了。本来就是这样，对啊，他国力的卖肾啊。你看这个，那所以你今天这两件啊，相当的，我爱哭鬼换一下，没那么严重，换偷便当啊。小钟不为人知的一面，当场飙出男儿泪。小钟是一个容易交朋友，但是反而进不了内心的人，因为他有一个并不是很愉快的童年。他小时候被拖进甘蔗园过来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拥抱一下。哇，很好很好。哎，你现在要扑下一趴的是不是？为什么哭你啊？就实在是录太晚了。